哈利路亚，感谢天父。好的，我们今天的信息是神赐给人大能，在乎我们有没有领受。神应许将能力赐给我们，极大的能力，极大的能力。但很多基督徒说，我没有能力啊。你看看这个图画，我们可以做基督的精兵，因为圣灵赐无限的能力。但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力量呢？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充满烦恼，充满埋怨，永远不开心，没有力量？说啊，他们说啊，走神的路正困难啊，没有力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些人没有领受。我们需要明白圣经说告诉我们怎样有能力，就是我们有没有领受，有没有走神的路，才能够领受神的大能的。哈利路亚，感谢天父，赞美天父。首先我们第一点是神赐我们无限恩典和力量。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至二十二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 使你们能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让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我们下面看这个经文啊，求保罗这个祷告说，求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三样东西。我写了一二三在这里。第一，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呼召我们进入他的救恩里面，他呼召我们去侍奉神有何等的指望，有何等的盼望。在我们前面有荣耀的盼望，荣耀的道路，我们的路跟从神是美好的，是荣耀的。我们就知道啊，神啊，你给我们的护照是极度美好，我们走神的路可以进入神极大的恩典，进入神极大的恩典，极大的有极美好的盼望。我们不需要惧怕，不需要烦恼，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美好的前路，预备美好的计划，所有都预备好了，就是我们信靠神，爱神，遵从神，就能够进入这个计划。所以我们首先明白他给我们的恩召。很多人就说啊，神给我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没有这个指望，没有力量，没有啊，没有喜乐，没有力量，没有啊，很多烦恼了。因为圣经里面我们发觉所有的经文讲到祝福的都是祝福，啊，信靠亲近遵从啊，服侍他的人，就是说我们遵从他，神就喜悦我们，将一杯凉水，神就这样啊纪念我们所做，就祝福我们啊，先求他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嫁给我们。我们爱神，神就为我们预备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所以圣经里面虽然给我们很多应许，但这些应许都是当我们信靠神、遵从神的时候得到的。我们信耶稣、信靠耶稣就必定有恩典。首先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信靠耶稣就有恩典，但信靠耶稣之后，耶稣活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就活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带领我们，就赐给我们力量。当我们顺从神，与神有连接，很重要，与神有连接，他的力量就临到我们身上。如果基督徒没有亲近神，圣经说什么呢？不在我里面的就好像自己掉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我们如果信了耶稣，信耶稣是恩典的开始，
但我们信耶稣，神就会开始工作，叫我们与神连接。但如果神没有与神连接，没有这个信心，也没有亲近神的话，就没有这个连接，就没有力量，就不能进入这个盼望。首先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这些指望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得到的，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就想象神将这个礼物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就领受，我们就去领受。神啊，我愿意领受。我们领受的时候必定与神连接，必定与神有个人的关系，神才能将这个恩典赐给我们。神说这是信心，信心能够移山。为什么信心能够移山呢？因为信心就是与神连接，我相信神能够做大事，我相信他是美善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生命就信靠神。我们信靠神的时候就有这个能力移山。所以这个很多人啊，相信一个谎言，就是说我信了耶稣什么都不做，又不祷告啊，不遵从神啊，我就去教堂听一听道，然后我就就很多福气。这里这个意念是不是从圣经来的？圣经没有说啊，我们信了耶稣完全没有跟从神遵从神就必定蒙福的啊，必定是我们与神连接，我们信靠他，敬重他。有很多基督徒他们常常发怒啊，骂人啊，他们信耶稣，他们去教堂，但他们没有让耶稣掌管他们的生命，他们就发怒，他们就不能得到这些神的盼望，他们的婚姻破裂。他说为什么我信的耶稣婚姻破裂了？因为他们都不去爱妻子，没有去爱丈夫，而是很多的怒气。所以我们明白，你留意看圣经的应许都是给信靠他的人，遵从他的人，倚靠他的人，都是说信靠的人有福了。然后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神在我们身上得到基业，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所有侍奉神都是神的基业，我们的生命彰显出来就是神的基业，神拥有我们为神所做的一切，这些也成为我们的基业。神在我们身上得到这个基业，我们基督徒所有基督徒所行的义，我们怎样荣耀神，在世界上就荣耀神，这是神的基业。就你想象神在天上，然后我们在地上，然后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改变我们，我们就彰显神的荣耀，我们就彰显神的作为，我们整个生命就是神的基业，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就说啊，我们所行，我们为神所行的都是神的基业，也是神的荣耀，我们就也是我们的荣耀，我们也永远拥有这些基业啊，我们地上的房屋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我们为神做的就是一杯凉水都永远长存。然后便知道他向我们所信人所 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他给我们显的能力是怎么大，怎样大呢？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就是神的大能也运行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身上显的能力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力量就是好像基督复活的大能，这个能力叫耶稣基督能够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就是说神的能力叫耶稣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也超越所有的权柄，所有的能力我们都不需要惧怕，所有的能力我们有这个从神来的大能，这个能力胜过所有世界上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有一切有名的所有能力。但很多人说啊，我就是不能超过我的老公的能力，
我的老公骂我，我就没有能力了。这个就看我们怎样处理，我们放在心上，我们将老公骂人的话，我们或者是其他人骂我的话放在心上，我们就没有能力，因为我们就被捆绑了。我们的心就是注目在困难的话，我们就没有能力。但如果我们信靠神，遵从神，注目在神的身上，看到神的大能大力，他就为我们开路，我们就能够为神做很大的事情。我告诉你，我很奇妙，很奇妙。最近我去到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有一个人在那里，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有特别的恩赐，帮助儿童和少年人然后他很奇妙的机会接触他，然后其实他告诉我是这个领袖，教会的领袖说其实耶牧师来，你就等一等他，我就来到，然后我们就看到神很奇妙的安排，为我开了很大的路，就是神给我们开的路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我们每个人听从神的话，都能够进入神奇妙的计划。这个路比我以前所做的都更大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直接的找我，我在这里不会说求神帮助我们看到，我们遵从神，爱神，侍奉神。侍奉神不但是在教会中的侍奉，任何时间我们荣耀神说神真美好告诉人神的美善，就是侍奉神。我们任何时间分享主的恩典，传福音，就是侍奉神。所以我希望我们都是常常的荣耀神，彰显神的荣耀，就是侍奉神。神就喜悦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都是侍奉神，就不能不得赏赐。所以我们都有这个能力，但是很多人没有领受，因为他们都是注目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注目在人的身上，注目在不好的东西身上，我们就没有力量，就很烦恼，我们就不开心。但如果我们注目在神的身上，我们就有越来越大的能力，越来越大的恩典。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被人影响，因为人算什么？人不能破坏神的计划。然后下面的两行字写着，神赐每个基督徒恩召基业和能力，每个人得到恩召基业和能力的祝福是不同的，就是在乎我们怎样信靠神，亲近神，遵从神，我们就能够得到更大的恩召，就临到我们身上，这个基业就临到我们身上，能力就临到我们身上。这个恩召，每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恩召，但很多基督徒没有进去。神呼召我们，但很多人没有进去，所以他们的生命就是破坏的，家庭破坏，生命破坏，内心世界破坏，人际关系破坏，工作破坏，侍奉神破坏，就不能进入这个恩召。按照不是神没有呼召他，而是他没有遵从神。好了，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五节就讲到这个神的恩典，神的能力是临到我们身上，就好像临到基督身上的。这里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原文是正在来的世代看，就是这个时代 还有将来的时代看。我们看到前一段经文讲到神的大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坐在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所有的权柄能力。这里说什么呢？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想说一说在希腊文这保罗是创造了三个字，他将这个
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活这个字，他将一个一同这个字放在前面啊啊，这个啊，就是在本来是两个字的，他将这两个字放在一起，就是我们能够活过来，三个字都是这样的，复活，然后他将这个一同连在这个字一起，然后一同做也放在一起，就是说到我们有特别的情况，就是与耶稣一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首先这个是现在还是将来呢？你留意二章五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是我们还没有信主，神就叫我们活过来，活过来就是我们信主的一刻，我们就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原文这三个都是过去式，中文没有过去式的，中文说啊啊，你要说过去式，你会说昨天啊，我做了什么，前啊，就连我做了什么，我们会加一些字上去，但啊，希腊文就好像英文一样，会有这个过去式。这个活过来是过去式，复活是过去式，坐在天上是过去式。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现在就坐在天上，这是讲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权柄。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我们活过来，活过来有新的生命，一同复活有新的生命啊，有一个新人活过来，然后一同坐在天上，就好像基督坐在天上远超过所有的权柄。所以当我们信靠神，尊崇神，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会超过所有的权柄，神就为你们开路，你的能力就变为很大很大，你就会有从神来的能力，然后就有很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恩慈显明给现在这个时代还有将来的时代。在英文翻译是 coming generations， coming 就是来，正在来的，就是现在跟将来，这些所有的世代都看到神丰富的恩典，所以我们的丰富的恩典可以彰显给世人看到的。所以这里应许什么了？应许我们都有这个大能的，我们都是坐在天上有这个权柄，就是我们被人骂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有权柄，但我们不需要被他影响，我们心里就不放在，不将这些负面话放在心上，我们就相信我的生命还是宝贵的，永远相信我们生命极度的宝贵，我们有极大的权柄和能力，不需要被人影响，我们就相信我跟从神必定蒙福，我们就全心全意的跟从神，尊从神，神就祝福我们啊。很多基督徒本来有这个身份，但他们生命很多罪，就被魔鬼偷窃、杀害、毁坏，他们就完全不像是坐在天上，他们其实差不多是坐在地狱里，差不多。他们还是得救的时候，他们不是在地狱，但他们生活是好像在地狱里，生活是常常去吵架啊，常常不开心啊，烦恼啊，不能睡觉啊，啊，都是不开心的事情。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知道，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极大的恩典，我们都有极大的权柄，我们现在都有这个身份，我们都是坐在天上与神一起的，我们有极荣耀的盼望、荣耀的能力、荣耀的身份。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活在这种恩典中，真的可以为神做极大极大的事情啊！我分享一下，我刚才说这个老师他做的侍奉很大啊，然后最后一天啊，我们有一些做了一些事情之后啊，在正午，他通常都有午睡的习惯，他就去午睡。他告诉我他常常听到耶稣的声音，他午睡的几分钟马上就听到耶稣对他说，
起来，你要呼召这些人一起，让牧师去教导他们。很奇妙，他就起来，我们看到他去休息，然后他就来回来，然后他就说耶稣叫他叫要牧师带领他们一起有些教导。然后后来他也听到另外一句话，他说要牧师会与你的侍奉配合，这个是我乐意做的，因为他所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是非常重要的，这是神的安排。神经安排我们有美好的计划，有美好的生命的彰显，能够为神做大事。但如果我们遵从神、侍奉神、爱神，我们就进入这个计划，就有极大的能力。没有侍奉的没有能力，为什么呢？侍奉就是我们荣耀神啊，告诉人神的美好啊，分享基督的恩典啊。我们没有做的时候就没有力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生命都没有使用出来，都没有使用任何一方面，我们使用我们生命就有能力。例如我们全心的爱神也是使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爱神就会有能力。如果人领受了神恩典完全没有用，藏在心里面的时候，他就不能得到这个能力。这个能力是当我们使用的时候，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动力。但如果这个人完全的抗拒圣灵的感动，完全不去彰显神的荣耀，完全不去荣耀神， 不去讲到神的恩典的话，神的恩典就不能临到他身上。所以我希望我们都会说有神真好，有神真好，有神万事主。你们听过一句话，一样米养百样人。这里我说一样恩典养百样人。一样恩典都是神的恩典，在上面你看到神的恩典，他赐下丰盛的恩典。是什么人呢？有人是基督的精兵，但很多基督徒是不冷不热，充满烦恼，灵命软弱的。同样的恩典，但有不同的彰显，你是哪一种呢？求神帮助我们放下所有的烦恼，全心全意相信我们真的生命，整个生命都有能力。我们的做哪一种基督徒，你看看上面的字，不在乎你的际遇， 只在乎你对神的心，不在乎你遇到什么人，遇到什么情况，因为神会帮助我们得胜有余的。我其实我出生在家庭是家人是赌博的，是吵架的，是离婚的，是这个情况，是不好的情况，但我信了耶稣，我就跟从耶稣走神的路，神就祝福我。所以不在乎你遇到什么情况，神都会祝福你的。然后第二点，很多基督徒被魔鬼偷去能力了，失去力量。很多睡觉和软弱的基督徒，有些甚至不是重生的。他们说信耶稣，但其实没有让耶稣做王，所以他们不是重生的。好了，有些人是重生，但没有更新，生命是没有力量的，常常吵架，常常烦恼。没有更新，没有被神改变，听到就没有兴趣。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睡觉的和软弱的基督徒。两种基督徒，有些是注目自己的，然后另外是注目在神，注目在自己。其实你想一想，很多人包括基督徒都说人对我不好啊，我的老公老婆对我不好啊，我的儿女对我不好，都是常常注目在这些困难，注目在这些困难，他就没有力量了。注目在别人给他的伤害、痛苦，有的困难情绪，有人有没有尊重他？他不尊重我啊，他就很不开心。但其实神尊重我就最重要，他们的得到的利益或者是享受。但如果我们注目在神的大恩大能，他有大恩大能。神的保护和祝福，他会
保护我们，祝福我们，神医治我们，然后我们也注目在别人的身上的痛苦，我们怎样去帮助他们，带领他们信主。我们不是注目在自己的痛苦，我们注目在人的痛苦，我就说神啊，给我这个怜悯的心去怜悯他们，去帮助他们，带领他们信主，也注目在神的国度的扩展啊，永恒怎样被神使用，去将神的国带到更多人。很多人的事情不顺利，就长期的烦恼担心，所以他们就没有力量了。因为什么呢？看上面的字，家人的问题啊，很多人都有这些家人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婚姻，建立啊家庭啊，他们对我们不好，我们还是以善胜恶，这个慢慢就可以医治家庭的啊。有些时候他们真的不接受，我们就人人靠主平安喜乐，靠主有力量。有些人去工作不顺利，就长期的不开心烦恼。工作不顺利，我们还是可以依靠神，我们尽力去做得更好，也会帮助我们所工作的地方的。我们就说不要紧，我不要将人的问题放在心上。有些人长期想到经济的困难，想到疾病，就失眠，就很多烦恼，很多重担，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注目在不好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注目在两方面的，一方面是神的恩典，或者是人对我们好的地方，人的恩典，另外是不好的东西。但很多人都是整天想啊，他对我不好啊，事情困难啊，都是想到负面的。但求神帮助我们注目在神的恩典，就有力量，神的帮助，神曾经怎样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亲近神怎样有力量，我们注目在这些就有力量了。然后魔鬼来就偷窃杀害毁坏。耶稣是叫我们有丰盛的生命，但很多人没有领受这个丰盛的生命。魔鬼偷了什么呢？很多人没有力量，因为魔鬼偷了，你看上面的字，偷了人的平安喜乐，没有平安喜乐，也没有信心，说神没有帮助我。其实神有帮助，就是他们没有信靠神，没有跟从神，遵从神，也偷去他们的力量，就没有力量了，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去处理事情。人发怒的时候就完全没有智慧，就没有资源，因为他们工作不好收入也不好，也影响他们的健康，就容易有病，容易失眠，然后他们的声誉，就是他们，人的名声，人，自己的名声，人就觉得他们是有问题的人，人的信任，人际的关系，幸福的家庭，有机会侍奉神，神的计划赏赐，甚至最严重是失去永生。真的很多人是被偷窃杀害毁坏的，甚至有些基督徒会自杀。所以有些人放在网上，如何看待基督徒自杀的情况，这个，因为真的有基督徒是自杀的，因为他们，就是看困难，说我这种困难，没有看神的恩典，也没有亲近神得力。好了，我们怎样除去我们失去力量的因素了，什么原因令我们失去力量，我们怎样除去这些因素了？以弗所书六章十六节说，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障。信心就是藤牌，信德就是信心，就是说我相信神保护我，相信神祝福我，相信人不能破坏这个图画。你看到有人骂我，神会祝福我，神会保守我，我有信心，相信人不能破坏神的计划。神为爱他人预备是眼睛未曾看见的恩典，神必定为我祝福的，为必定帮助信靠他人。所以我们就有这个信心，不要惧怕，不要烦恼，不要怕，就能够 灭尽恶者一切的火战，魔鬼所有的火战，他的攻击，他的，人的负面化，环境的困难都会，所有我的有信心都不要惧怕。所以我们常常都看着神的恩典，有人骂我们，我们不要去思想，我们思想神是爱我的，看重我的，所以我不需要被人影响。然后很多人潜意识都是很多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藏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所以这个意志需要时间，当我们
整天相信神必定祝福，这个神啊，以前的伤害 不需要被人影响，我们就能够处理。我们每一天的情绪是负面的话，就藏在我们的啊潜意识里面。如果我们是整天喜乐平安哈利路亚赞美主，因为神必定照顾我，我们这样的话，我们潜意识就是健康的。很多其实大部分人的潜意识都是有很多负面的经历，我们有负面的经历必定要处理。曾经被人伤害，很大的伤害，我们也说不要紧，神会赐给我这些恩典的，这神会啊补偿我所有失去的，我爱神，神就为我补偿。很多的潜意识就容易带来罪，他们潜意识有什么呢？他们有负面看人生，因为看生命，因为被人伤害就负面看生命，也负面看别人啊，人都是不好，就憎恨人，被情绪控制，里面都很多负面的情绪，就固执不改变，他们有罪的地方不愿意改变，很难相信神的爱，觉得没不会这么真的有这么大的恩典的，这么大的爱的，不相信，然后很难爱神，也很难爱人，在里面就是充满憎恨，充满伤害的，然后就容易伤害人。这个就是负面潜意识，这个需要一步一步的抑制。怎样抑制呢？整天赞美主，开心，处理所有的伤害，都说不要紧，不要紧，神会抑制我，神会赐给我的。以前所有的伤害都放手，放手，在心里放手，神会赐给我的。就是对老公、老婆、儿女，他们的伤害也不放在心上，就是说我怎样可以保持与他们的关系，怎样可以祝福他们啊？如果有些时候他们完全不愿意改变，我们就要放手，不被他影响，坚持思想神的恩典，坚持不去想着他们的不好啊，从神得利。因为虽然配偶或者是家庭他们有困难，不代表我们就会生命没有计划，没有恩典的。好了，很重要，我们怎样可以重新得力呢？怎样有力量呢？第一，神的道是活泼的，意思原文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原文的意思是更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义都能辨明。就是首先有神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灵与魂中间有什么负面的想法，有什么罪、什么烦恼、什么憎恨、什么不饶恕，我们都需要神去让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烦恼，我们的里面的憎恨、不饶恕，这些都破坏我们的生命。别人不好是他的问题。然后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同时神的道也是武器，是传福音和建立灵命的兵器。你看看上面的字，看是帮助我们的兵器。所以神的道一方面帮助我们了解我们里面有什么罪，看到灵与魂中间有什么罪、什么烦恼，另外一方面是宝剑，是攻击的武器，去帮助人传福音，去建立人的灵命，是胜过负面思想的兵器，就是所有负面思想都可以胜过，然后建立力量的兵器，就有力量传福音，力量帮助人、辅导人，有神的智慧的兵器。所以我们首先是常常思想神的话语，常常相信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然后我们等候神就有力量。就是以赛亚书40章30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就是我们等候神、倚靠神、仰望神，常常赞美主、爱神、等候神的恩典、仰望神。等候不代表有些时候是安静等候，但赞美主、等候神的祝福也是等候啊。等候不一定是完全的什么都不做的，因为平常是这个意思的，等候你就是坐在那里等等人，就是这个意思。但
等候神不一定是可以是安静的等候神，想着神等候的时候不要空白，脑袋里不要空白，就是想着耶稣，爱着耶稣，喜欢耶稣，也可以是就是爱慕神，等候神的祝福，等候神的同在，等候神的力量，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如鹰展翅上腾，就越来越去到高的层次，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就完全不会疲乏无力，完全不会烦恼。然后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什么都不能都能够做，什么都能够做，就不会被人影响，不会被人伤害。你看这个图画，然后聆听人，建立关系，有能力帮助人，在困难中能够得胜，生命被提升，靠着神凡事都能做。有些人说啊，我没有啊，读书很多啊，不要紧，你靠着神，神就给你智慧能力。然后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十章四至五节。我们征战的武器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是神的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像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告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所以这个兵器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能力，在神面前有能力，亲近神有能力，然后这个能力能够攻破所有坚固的营垒。很多时候人想到营垒都是想到魔鬼，其实很多时候是人的问题，不要常常就说啊，问题就是魔鬼，问题也是人的罪性，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与神的关系，都是这些都是可以有问题的。我们里面可以有坚固的营垒，是我们的里面啊，觉得神对我不好啊，埋怨神啊，埋怨人啊，有憎恨啊，不饶恕，这些都是营垒的，不但是魔鬼，是我们里面的内心是怎么样的内心。你的内心是充满恩典，充满喜乐平安，还是充满烦恼，充满困难的？然后这里说什么各样的计谋，是不是人很多的计谋，负面的想法，然后各样男主人认识神那些自告自事，就是人的骄傲，是人的问题，人的骄傲一概攻破了，都攻破了，让我们知道骄傲带来更大的破坏，所以不要骄傲，骄傲是浪费生命，去破坏生命，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就将我们的心意完全的顺服神，将完全信被神释放，被神拥有，完全是神拥有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好了，我们建立待人处事的能力，怎样建立的？就是很多人他们没有力量，为什么呢？他们待人处事没有力量。首先，相信神有奇妙的计划，而且会提升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相信神会提升我的生命的，我的生命是奇妙的。这第一，相信这个信心很重要，然后建立待人处事的能力。从别人学习就是怎样与人沟通，与人交往，怎样处理事情，就是我们都需要建立的。我们需要建立怎样与人的关系，建立与人的关系，处理事情，也祷告思想，寻求方法去帮助我们怎样学习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处理事情。很多人就是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首先相信神的大能，也建立我们这个能力，建立与神的关系，建立处理事情的能力，然后不用负面的悲观的思维，就是不用负面的想法，然后用平静的心态和爱心去处理，有什么问题不需要发怒，柔和的心，平安柔和的心去处理，就平稳安静，神必定帮助我的，所以我心里平稳安静，没有惧怕，没有烦恼，没有担心。然后有需要的时候请教有智慧的人，
然后靠着神冲破自己的所有限制。很多人没有力量，就是因为没有相信神的计划，不懂得怎样处理事情，语言沟通，也没有祷告，没有力量，很多负面想法，然后心里就没有平稳安静，常常发怒，常常烦恼，也不去请教有智慧的人，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冲破自己的限制，常常被控制。我们基督徒也需要受训练和练习才有力量的，需要建立与神的关系，学习从神得力，被神带领，所以必定要受训练，建立与神的关系，怎样从神得力，怎样赞美主从神得力，享受神，哈利路亚，神在爱着我，这是圣经所说的，神喜悦我们亲近他的，所以我们就平安喜乐，就容易有力量了。第二，学习不被人影响，不被环境影响，处理负面思想和情绪，然后熟悉和背诵圣经，能够应用和讲解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智慧能力的话语，我们熟悉圣经的话语，背诵圣经的话语，常常应用在自己身上，就能够有力量了。然后第四，明白人的内心，明白这个需要学习，明白人的内心很多罪啊，很多烦恼啊，很多负面啊，人被人啊被很多负面想法影响啊。我也能够聆听人，关心人，接受人，体贴人，而且懂得怎样与人沟通，不用强势的方法，不，很多人就是说啊，你祷告就可以，祷告就可以，不去就去告诉人做什么，不批评，不批判人，引导人，辅导人，就是说啊，你看到你的情况，你觉得有没有影响你啊？你现在活得怎么样？你想不想有力量、有喜乐、有平安啊？你是不是想不想有更开心啊？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方法处理啊？你的方法有用吗？你想不想我给你一些提议？用提问的方法，用提问的方法帮助他们去思想，而不去批判，不去骂人。我看到很多人帮助人的时候都是啊，你没有做，你要快做快做快做，都是吩咐人。我们更多用提问，你想不想脱离这个情况？你想不想越来越好，进入神的奇妙计划啊？你有没有想过什么方法处理这些问题？怎样发挥生命啊？你这些方法有效吗？你想不想我给你告诉你啊，怎样去发挥生命啊？然后我们也需要学习福音预供，怎样不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人有很多地方抗拒神，或者是他们的烦恼，我们就懂得怎样不同的方法处理他们的生命，引入福音。然后人有烦恼的，我们首先能够帮助他们的烦恼，然后告诉他们关于福音然后第六，懂得怎样用圣经和各样智慧传福音和建立基督徒的灵命。很多基督徒不懂得怎样解释经文，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怎样解释经文然后受训练怎样在逼迫中站立得稳，有力量，不怕受苦，勇敢做见证，更有力量。一天1000000次赞美主，享受神，神必定喜悦的。神就在西番雅书3:17，神在我们中间就因我们欢欣喜乐，默然爱我们，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神就很喜乐。所以这个是得力的很重要的秘诀，就是说我赞美主，神就很喜悦了，神喜悦我们以神为乐的，我就有力量了，神喜悦我，我就可以开心。所以我每一次祷告都是这样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知道神喜悦，所以我也开心，哈利路亚，我可以开心，哈哈哈，神喜悦我亲近他的，我可以开心，这是信心。因为神说以神为乐，他就将我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也说他因你喜乐欢呼，所以我们相信神必定祝福，所以我们就从神得力不停的得力。而且喜乐是刻意的选择，刻意的处理生命，刻意的发挥生命，刻意从神得力。这个哈巴谷书3:17，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田地欠了
羊腱牛旁，所有都不好，都人人靠神快乐，就是选择，我选择不被人影响。继续看这个图画，这个很多人控告，我还是选择亲近神有喜乐，很多人指责，我还是享受神的靠神有喜乐。然后我们怎样发挥生命有力能力，首先做眼前可以做的，关怀人，爱人，关心聆听，做见证，传福音，先做我们可以做的，为人祷告，我们就越来越有力量。基督徒没有使用神的力量，这个力量就越来越小的，因为人没有去传福音，没有去见证神，他里面就不懂得怎样做，也没有信心，就会越来越没有力量。这个力量必定要使用，我们才有更大的力量。人信了耶稣，从来不传福音，从来不见证神，就没有力量，他们就很惧怕的。所以我们靠神去做眼前可以做，就有力量了。哈利路亚，你踏出一小步，神就喜悦和提升你。就是我们做的还不是完美，但我们踏出一小步，开始去遵从神，爱神，侍奉神，神就很喜悦。是因为一杯凉水就是最小的，神就喜悦，我们就能够进入神的计划。哈利路亚，我们靠神可以提升生命，可以去到高峰。我们只活一次，我们生命只有一次，今天只有一次，我们今天靠神就只有一次可以靠神得力。明天你不能回到今天，你今天埋怨，明天不能改变今天。所以我们就说，神啊，帮助我今天就享受神，今天就从神得力啊！我希望我们都从神得力，有神的力量，有神的平安，有神的从上头来的能力，叫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现在就坐在神的右边，在神的右边，我们是在神的平安之中，我们是神已经叫我们坐在神的右边，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有极丰富的恩典，我们有极丰富的恩典，我们信靠神必有力量。我们一起祷告啊，求神帮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就求神帮助我们，就相信神必定有极大的恩典。感谢天父，赞美天父，神啊，你有极大的恩典，极大的能力要赐给我们。但很多基督徒就是没有看到神的恩典，就是常常看到自己的烦恼，就被人影响，被事情影响。求神帮助我们看到你的美善，什么困难都不要紧，什么困难神都能够帮助我们处理，我们都能够得胜有余，被人骂不要紧的，被人轻看也不要紧的，因为神必定祝福我们，我们爱神，神必定祝福我们，就靠着神得力，从神得力，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嫁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靠着主踏出去，靠着主从神得力，从神得力就越来越有能力。神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我们仰望你，你是极美好的神。感谢天父，赞美天父，神真美好，神真美好，我们荣耀你，我们将荣耀归于你。求你帮助我们相信神已经应许赐给我们极大的能力，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有名的，所有能力都超过了。求神帮助我们相信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就是亲近神，遵从神，使用神给我们的恩典去发挥生命，就越来越有能力。感谢天父，赞美天父，哈利路亚，神啊，帮助我们放下烦恼，帮助我们放下烦恼，求神帮助我们现在想到我们的烦恼就放下来，不要紧的，不会死掉的，神必定祝福爱他的人的。感谢天父，赞美天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哈利路亚。如果有人有简单的提问你可以简单的说出来，你说我没有能力怎么办呢？如果是我就说就是很简单的一两句，不要讲长的
故事，如果有什么困难的，现在就讲出来。